为了防疫呢，除了高铁之外，高一美食街从2月1号开始只能外带，禁止内用。另外呢，美食卖场也有民众发现了，室内还室外的座位区也是通通撤离的，避免民众太过靠近，发生了群聚感染。担心医院爆发群聚感染，美食街椅子堆叠整齐，不见半个人用餐，因为现在有新的规定。你好，我想要那个素食直播，这样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医院这边只能外带。不管你要吃什么，高一从2月1号开始，美食街只提供外带，禁止内用，降低感染风险。最近尽量不要共食，人潮太近的时候，口沫之间没有戴口罩，会造成感染的事件呢。另外，美式卖场用餐区以往总是一位难求，现在根本不用找位置，不能内用了，没位置哦，是因为现在的疫情的关系。高雄这间分店的用餐区桌椅统统撤离，空荡荡一片，民众只能点餐外带。不止室内，连室外的位置也撤掉。部分民众很随性，买了餐点坐在水泥平台上享用。请问一下，这个空桌会到什么时候啊？要等到那个整个疫情比较稳定。避免武汉肺炎扩大感染，医院卖场相继推出管制措施。不过，还是有大型卖场继续开放内用，只有点餐时防止飞沫乱喷，请民众禁止交谈。很难累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就担心，如果真的大家方便是在餐厅里面用比较好啊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内用还是外带？应该就外带回家吃吧，比较可以预防吧。非常时期，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减少外出用餐，营业场所及医院更是经不起一个万一，特别是社区传播警讯响起，更要防患未然。东森新闻孟嘉荣、洪宝清、周玉轩、林玉信在高雄采访报道。